生日我来了波兰，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叫做 The Bridge。好，现在进去看看长怎么样。这饭店有这些功能，可以叫清理 Privacy Master， I don't know what that means。 OK， 还有 Candles， 哦 Candles 可以看到吗？ Candles 上面这些怎么都没有 focus， 所以我如果按关掉 Candles， 就没有，有啊，应该有可能。然后 candle on， 对。厕所啊，可惜没有浴缸。这些好，这里可以挂毛巾。浴袍，两张床，充电器，可以插 USB。 看一下外面长怎么样。它外面看不太到什么，就是这样子。